万啊，你当去的三间主题馆，看到这个红树林哈，来看下哈，哎，这很奇怪哦，怎么要种在这里哈？这不是在这里边延伸的哦，这是那个捕捉它的那挖它的苗啊，回来种，让游客知道，哎，马蹄格就是在这红树林海茄东里头发现的，哦，让我户外教学的学生能够了解、体验到啊，哦，原来马蹄格的生长地区就是在什么地方，就是在红树林底下。那红树林，我们台湾红树林有目前还剩下四种，以前是六种嘛，哈，哦，现在只剩下四种，就是海茄东啊、南堤，还有什么水皮仔，啊，还有五里礁，哦，水皮仔就是北部比较有，它跟那里的气候比较凉爽，哦，它果也水皮仔也变。啊，海茄东就是在南部、中南部，啊，气候比较热一点，哦，比较适合它们，啊，那也有游客会问到，奇怪，你说这个红树林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像红树林？因为它的叶子也没有红，它的根茎都是没有红色的，那为什么又叫红树林？哎，是不是很奇怪哈，啊？那红树林以前有那个红茄冬。红茄冬整棵树都是红色的，哦，所以说红树林。那现在海茄冬，都没有红色的，为什么要就叫红树林？最主要这个红树林底下，它的根部有一种叫做单宁酸，单宁酸可以把布染成红色，有一种红色的物质啊，所以所以能够称它来，称它为是红树林啊。好，那请各位往里面走。里面所养的就是乌鱼，我们做乌鱼子的乌鱼。等一下到乌鱼子海中拔乌鱼子的时候，他会做个详细的介绍。好，那请各位就往马蹄格子体馆里面走，可以看看这一棵龙树怎么长了这么多胡须。这应该大家都会清楚了，都知道哈。但是有小朋友来的时候，我都会做介绍。哎，奇怪，这里有龙树为什么会长胡须？那我们到了庙宇，或是那个有以前的龙家哈，那个屋顶也会有这个龙树。到庙哦，庙顶上面有时候发现有这个龙树，啊。一般的植物都是先开花或结果，那龙树就是很奇怪，就是先结果或开花。那它所开的花在哪里？就是在果实里面，果实里面成熟以后，里面会甜，那会甜鸟类会来吃，那吃了以后随便大便哈，到屋顶到庙顶都是会，大小便都会哈。那它的籽不能消化，不能消化以后，它就会在那里生长啊。那生长以后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那里又没有土，又没有浇水，那它怎么能够存活下来？不行，不对了。哎，这龙树哦，一滴触电哦，在屋顶上哦，哎，没有土，哎，没有浇水，啊，它能够生存？它最主要的就是靠这些根。龙树就是气根植物，气根植物就是靠这些根啊，从空气里头的养分、水分来吸收，它就能够长大。哦，所以这一种叫气根植物。跟那个马蹄格所生长的地方哦，那个海茄冬，它那一种也是气根的哦，但是它不长胡须，它就是从旁边长出来，因为地底下的养分不够，它就会再窜出气根来。哦，红树林的海茄冬，好，那请往里面走。这是观景台了哈，我们去看一下，光景的哈，不过到了上面还是要小心一点，来，请各位往前走，这里就是有体验的地方，马蹄格有体验，体验的热气非常的，不错的啊哈，热烈欢迎的哈，新名词啊。这我们就是用课栏式的哈，这些桌椅哈，就是小学生以前的课桌椅被淘汰出来的哈，现在就用来让游客体验一下，回味一下，以前上国小的时候所做的课桌椅。
这里就是体验的地方哦，那个胶滑，哎，玩那个胶滑很好玩哦，很有趣哦。哎，很白嘛哈，以前都说竹滑，现在都没有竹滑，现在是胶滑。好，请各位往主题馆里面走。来，你好，热烈欢迎。先驱，陆先驱啊，叫几里路？陆先驱的你。哎，应该吃嘛，吃着啦，因为时间短吼，你要搁落去啊。时间多长啊？嘿嘿，总共几个人要？这边有。品尝一下嘛，及格嘛。两个家人放松一点，空假发力，要不这样，你等下情况下注意啊。啊，无吃，我变时间最多是十三点。到底要不要试一下？这一些作品就是隔辈 DIY， 啊，隔辈 DIY 就是把地壳吃完以后，所剩下的壳把它清洗干净，可以做一些隔辈 DIY。那这里要有它的生长图嘛，一起往附件。长得这么大，后来哦，这个小叶灯哦，小叶灯看起足水哈，哇，无简单哦，本来要丢到的东西哦，要丢掉哦，哎，这么做个正事哦，无简单，足够水啊，愈画愈喜欢。哎，马吉德，除了看会到车，顶部会到，搁会当炸灯里，伊家搁有一个特别够较趣味的所在哦，哎，叫啥物？险阶。对，以前哦，郑先生伊就是伫讲马蹄哥伊饲大了，要甲小弟离婚。啊，要甲小弟离婚，尾啊，饲少了，安尼无错。马蹄哥饲大了，需要离婚爱偌久的时间？万不得马蹄哥伊内底，哎，安尼就变怎？哎，安尼是不是咧？无来研究神经，啊，神经看咧足侪工拢袂歹，看要配去倒一个拢总可以哦。所以人心里头脑就是安尼，哦，心里惊二心啊，哈，当做安尼足。这不简单的吼，从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也当这个嘞。啊，恁是今仔日星期五哦，你来拜两礼拜来吼，要吃一下马蹄糕，要吃一下物件吼，啊，要点啥？排队哦。拢爱穿迄个签单，穿签签的，叫来店主，啊，钓钓到来钓，啊，什么人来煮好，第几道煮好啊，安尼够无？哦，伊只人去。咱要煮的是多少？很快，很快，因为马蹄糕哦，不能煮太久。伊嘛，记得咧煮的时阵吼，就是伊的佐料吼，先冻落去，啊，骨较出味啊，啊嘛，记得洗好清气，放落去了后，只要拍开，剥一下开啊，你袂使顶下尔。哦。哎，你袂使讲啦，像咧煮温锅啊，甲放咧去煮，啊，煮到拢煮开啊，哦，大家起来，啊，迄个大家起来，你就无啥爱食。啊，有人客有买当地哦，我去恁遐吃啊，吼，拢足好食哦。较奇怪，我买当地煮的，哪会较歹食？你食较歹的话。就是安尼吼，那是煮的问题，料理的问题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那边那条是马蹄糕无？很大块。啊，那个惊死人哦！哦，这一颗是什么壳？这是恐龙鳍，恐龙鳍的。这个车鳍贝啦，是吧？哇，你内行的啦。对吧？这个车鳍贝嘛，卖讲一百个啦，甚至两百个游客都不知道这个是车鳍贝。你也拢有，哎，真正自我来做导览，我搁伫马蹄糕遮住一站，住三年外，啊，搁出来做导览做遐久，啊，我足少啊听到，哎，叫车骑飞，啊，专业在车骑飞，咱台湾本土咧讲公车是啥物啊？来，一二三四五五辆。哦，咱台湾讲，哎呀，这个五辆吗？五辆。哦，五辆，他们这是本土话啦。啊，这一种东西哈，它最主要在哪里？巴西，巴西哈，啊，远洋渔船，伊去外海深海的所在，啊，呛水味落去水底，啊，一人扎一支机啊，过去，啊，落去找，找到这个物件，伊的嘴会开开，啊，你扎一支机啊，我再去底下跟你甲插落，啊，撬开，撬开要做啥物？里面有贝壳机，迄是要做干贝。啊，吃都不要，哦，所以最主要是要做干贝，但是下去的人非常危险，因为伊一开开，你若无注意，它阁沉落，伊怎甲夹起来？当做好食的物件，夹起来去，它都无好去啊！哦，所以受伤非常严重，哦。啊，这结果，那这大片，啊，这那回隔离了，其实这一是化石哦，这毛片的努力哦。
问伊着我事，啊，这个是真诶啊假？假，当然不是假，现在看嘛知。哦，啊假咧则行，其实这是用抛光了。哦，来我，我今日做水也个到诶，我见了珍珠，世界上大片，稀有的超值。这珍珠袂遐大片啦，啊对，会当看无啊？金丝丝在记录哦，啊对无？无遐大片啦。真啊，迄个。你啊，伊唔敢去伫遮，唔是坐车啊！啊，真个拢坐伫保险箱个，拢去寄个，寄落寄落多只嘛，哦。所以嘛，去各家都算会收得足济嘛，哦。嘿，咱甲参观看嘛，参观看嘛。体验就是吃马蹄格而已。不是，是有要吃，还是有要下水？现在。